人代表莅临会场，欢迎欢迎代表代表贺，也要欢迎到我们的丁玉君丁代表莅临会场，欢迎欢迎代表代表好，现场也要欢迎到我们虎尾镇里长联谊会的会长哦，山河里的里长林坤泉林里长哦，莅临会场是不是也欢迎到我们是副会长对吗？副会长哦，来我们里长联谊会的副会长，也是我们公安里的里长黄忠辉黄里长，非常来欢迎欢迎欢迎到所有的听众，哎，来大家好，今天在站台请坐，邀请我们现场与会长黄贵宾，如果莅临会场的话，先到我们的签到处先来做签到。等待的时间呢，也帮我们哈。今天帅哥美女，大概你一定每一个都遮眼睛、遮眼睛哦。来，大家嘛也先行来到那里拍照区，我看到您正后方，开始那个拍照打卡区哦，来拍我们最帅气、最美丽的完美照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。连续三天哦，9月23日到9月25日哦，高伟里沙到高伟里的宝和连锁沙刚哦，我们最棒的毛巾节，跟我们现场所有与会的嘉宾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做分享。当然，买的越多，送的越多。特别热切感谢，感谢到我们虎尾镇公署镇长哦，丁学忠丁镇长的用心，还有我们的主秘哦，周英坤周主秘，跟我们所有一级主管，今天全部都来到这里了。当然还有我们公署，我们镇公署团队最辛苦的工作人员，特别呢，也要再一次欢迎欢迎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到这里。当然，舞台上呢最好听的音乐，陪伴大家度过愉快的早上时光。但连续三天哦，9月23日到9月25日，哎，如果走得累了，想要喝口水的时候，到我们舞台中间这边来坐着休息喝口水。小朋友呢，在舞台的右手边呢，也有大型的充气城堡，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玩哦。小朋友在旁边玩，大朋友可以坐着，哎，在这边休息一下哈、哦，让小朋友来放松一下他们的精力。小朋友如果玩累了，回家爸爸妈妈就不好带了。但呢，舞台上继续邀请到木原道乐团，来把好听的音乐、好听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。10点钟呢，哎，11点钟会来进行我们今天早上的开幕仪式了。也在此邀请到我们现场与会的长官，如果已经莅临会场的话，现场也要欢迎到我们的王淑清王代表莅临会场哦，欢迎欢迎淑清代表，欢迎欢迎。那如果大家已经莅临会场的，那里代表，那里立定，那身为小副会立署定了我们的总干事，或者是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，现场所有的长官贵宾，如果莅临会场的话，再帮我们到签到处先来做签到，再次欢迎欢迎我们与会所有的长官贵宾。那不好意思哦，就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前面黑色的我们的靠背椅这边哦，是留给我们等一下长官贵宾到这边来就坐。那么后面还有很多的位置哦，大家可以移到后面去。那前面我们黑色的位置区呢，稍待一会留给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长官贵宾来到这边，陪同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开幕式。当然也邀请我们很多送温乡亲哦，让所有好朋友，大家把你的手机啊提起来哦，百分之会来分享。连续三天到位，23日到9月25日，伫咱后尾哦，我们最棒的为毛巾节热闹抢抢棍的正式的来开始哦。那现在时间一样，邀请到木棉道乐团，我们的优质老师说放好听的音乐。谢谢同学，希望有大家可以喜欢经典台语歌曲，这个歌叫《熊市野兔》。
好，今天音乐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好朋友来做分享，那稍等一会呢，